其实 KOD 也算是从小陪伴我长大的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挺关注 KOD，在我小时候跳街舞的时候有关注 KOD 的比赛，然后也曾想过来参加 KOD 的比赛，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小，然后而且才刚开始接触舞蹈，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跟胆量。然后其实，在中间我去别的地方学习的时候，就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关注了。然后从这一次之后，然后认识了高博哥之后，然后再次邀请到我，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这次的比赛。然后我想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想继续来。我今天只看了决赛，之前的比赛我没有关注。但是今天决赛来讲的说的话，我发现小孩跳舞都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，超乎我的想象。然后印象比较深的话，就是我觉得 Walking 的决赛吧，Walking 的决赛两个选手都玩得非常的嗨，尤其是那个 AC。我想对喜欢街舞或者热爱街舞，还是或者是现在继续当舞者的人说，就是坚持，就是最重要的。